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你下来。 给我来一下，再见啊！再见，给我来一下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怎么了，王参谋？张春梅，把你身上的行李解下来给我。为什么呀？快点，让你紧，马上紧，来，快快解上。为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来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挎包、腰带，对，腰带。王参谋，我到底怎么了？ 先解下来给我来，快！为什么呀？我到底怎么了？张春梅，你的家里出点事儿，这一次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，你暂时留下来，听个通知吧。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不让我走啊？你不要问了，马上你就会知道的。再见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不让我走？王参谋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很快就会知道的，走。哎。 妈给你擦擦手，啊！妈给你擦擦手，来，姑娘来，妈给你擦擦手，把帽子给妈妈，妈给你擦擦手，妈给你擦擦脸行吗？妈给你擦擦脸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姑娘，妈告诉你，妈告诉你，不是你小姨回了你啊，不是你小姨回了你，是你爸出事儿了，姑娘啊，姑娘。 是你爸不小心把你小师叔叔给砸着了，是你爸的原因，他们才不让你去的。啊，我这儿呢，妈，妈，在这儿呢，妈，是不是？
看看这对鸳鸯，这就是你，这就是小石。和你生活在一起，哪怕就是一天，我也愿意。就是我这辈子我最心疼的人，我最喜欢的人，我最爱的人。我请求你，你娶我。姐知道，姐知道，姐知道你是最坚强的。咱好好活着，咱好好活着，听话，听见了没？
他跟美尚你这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这孩子能跑哪儿去呢？家里没有，这孩子没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。我去打听张俭的消息，回到家他就不见了。春美，春美，春美，你替我去前面。行，春美，春美，春美。昨天呀，我上你那儿去就想告诉你，这孩子精神上好像出问题了。他不认识我，嘴里呀一直喊着小姨回来，他小姨。大美女，谁家的？谁家的？姑娘，姑娘，妈可找着你了，快！是谁呀？跟妈回家了。我认识你，把衣服穿。认识你，你别碰我。认识吗？妈来找你来了，不是我们。妈来找你来了！回家，快快叫妈回家啊！回家！你别拉我！认识吗？妈来找你来了！回家！快快叫妈回家啊！回家！你别碰我！认识吗？妈来找你来了！回家！快快叫妈回家啊！回家！你别拉我！认识吗？妈来找你来了！回家！快快叫妈回家啊！回家！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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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认错了，这么美，你行行，你不能这样。是我吗？是我妈。我不是你妈，你是小姨。你怎么不认我了？他是坏人，他是坏人，是他让我当不上兵的。妈，你把他赶走啊，妈！妈，他是坏人，你把他赶走。 张姐，你每次看见我，你那个眼神儿，就像看着一只蛆，你太刺激我了。你一直以为我治不了你，是不是？可是天助我也，
你砸死了石玉良，我看你这回还跟我硬。说吧，为什么杀害石玉良？我说了，那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意外你怎么不砸别人，专砸他？那吊车的钩子是手里的锤子吗？想砸谁就砸谁啊！就算我跟他有仇，想故意砸他，我能砸得那么准吗？你不用跟我狡辩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是故意的。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吧。你跟那个朱密多鹤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跟这事儿没关系吧？有关系。你回答，到底什么关系？一家人的关系。他是我的小姨子。张姐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，你跟这个朱密多鹤是不干净的男女关系。其实你有两个老婆，一个中国老婆，一个日本老婆。也就是你这种人。才这么想。她要不是你的女人，你为什么把她看得这么紧啊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把她圈在家里，不把她嫁出去啊？而且一旦要是哪个男人靠近她，你就气得不行了，你非得打人一顿不可。为什么？我打谁了？不就是打过你吗？我为什么打你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现在想反咬一口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张姐，你这都没用。你现在说的话没人信，因为你现在是杀人犯。你为什么杀人？你说，你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因为你长期的霸占朱内多赫，现在朱内多赫要跟石玉良结婚了。你就气得不行了，你就残忍地杀害了他，想制造个意外事故，你这是办不到的。连朱立多克都说了，你是故意杀害徐玉良的，你逃脱不了杀人的罪名，你要被判刑，判重刑。三姐，你要吃食物。我劝你识时务，马上在这个记录稿上签个字，这说明了你的认罪态度，可以从宽处理。你要是死不改悔，拒不认罪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来，江刚，两单手印。到底安排？
你不认罪，你就是自掘坟墓。 杀人犯张戬被移送军管会依法惩处。怎么了，张姐？张姐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抓他！那天贼春天里把水明砸死了。郭主任，你救救张姐吧！ 你把张年放了，他不是故意害小石的。不是你说他是故意的吗？我现在弄清楚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弄清楚的？我不用跟你说那么多。你还记得你写的认罪书吗？张年给了小石，这说明什么？他是愿意看到我跟小石结婚的。他不恨小石，他没有必要害小石，听懂了吗？ 这么说，那份认罪书在你手上。是，在我手上。你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来恐吓我的吧？啊？是不是想对我说，我要是给张姐治罪的话，你就把我那认罪书拿出来揭发我呀？你觉得我不敢吗？你不觉得你很愚蠢吗？你现在把这东西拿出来。 有人信吗？是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怕张俭揭发我的事儿，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现在张俭是杀人犯，你又是被怀疑日本特务，我是革命干部。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你不单治不倒我，反而给你们多加条罪状，诬陷革命干部。你真是条毒蛇。 你明知道张俭不是故意杀人的，你为什么非要给他定这个罪？你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恨？他是把你家孩子嫁进来，还是把你家祖坟了？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可真行啊你！你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，简直都快成了地道的中国女人了。不过。 我还是喜欢你当初那样子。你说的对，张俭没有抱我孩子下井，没有挖我家祖坟。可是他从骨子里蔑视我，瞧不起我。特别是当初那件事情，他打了我一顿不说，还让我写下了终身耻辱的认罪书。如此深仇大恨，我岂能饶了他？ 还有啊，我要是不把他整倒，我能得到你吗？我已经说过，我姓彭的，我这一辈子要不把你得到手，我就算白活了。这下好了，石玉良被张俭给砸死了，张俭因为砸死了石玉良，也快命丧九泉了。这真是苍天有眼。 真是苍天有眼呐、啊！一场灾难，除掉了我两个心腹之患。佐贺，你要想救张俭，也很容易。晚上到我家来，拿着那个认罪书，怎么样？这样公平吧？ 这次和上次不同了。上次彭瑞祥说，张俭和日本特务有勾结，因为他没有证据，所以呢，我就让他放人了。可这次呢，张俭把石玉良给砸死了。按说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在里面，这完全。
就是一场意外的事故。因为石玉良他不是这个车间的工人，他是来送请柬的，意外砸在头部死亡了。可以说，张俭他既不是故意，也没有过失。可问题是，据彭瑞强介绍说，张俭曾经和日本女人多贺有过这个男女私情。主任，多贺呀，马上就要嫁给石玉良了。说张俭呢，出于妒忌就害死了石玉良，而且日本女人多贺，她也喊出了张俭害死石玉良的这句话。当时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听到了。这样一来，就给这个案子的定性带来很大的麻烦。而且彭瑞祥也坚持说张俭是故意杀人。我虽然说不能完全同意他这种观点，但是你现在就让我放了张俭，这个我确实做不到。郭主任呐，那你说我们家张俭，他总不至于被枪毙吧？你是仇恨徐玉良娶多贺，所以你故意杀了他。你放了我家张俭，张俭不是故意的。男人就是故意的，他不是，他是个杀人犯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杀人，什么没杀人？滚！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还我人！还我人！舅妈，你舅妈说，你不是。身子就不听使唤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别怕别怕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来，先坐起来。坐不起来。来，我到这边，我们去医院。别怕别怕，姐姐。来，手给我，手。谁敢听使唤？春梅，春梅，你听话，听小姨话，在家里待着啊，待着。小心，我听话。听瓶子的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刺，美丽的风景也够我留恋。强哥。你这材料总体写的不错，但是关键的地方又算比较温和。你是不是还有感情障碍？觉得他是你的父亲，你舍不得用严厉的词句啊？哎呦，彭叔叔，您看您说的，我肯定不会把张俭当做我的父亲了。只是我的文字能力还欠缺，我一会儿再改改。小石不在了，写材料的事就靠你了。好，你要好好表现啊！好，谢谢彭叔对我的信任。
刚才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回家！放开我！跟我回家！放开我！跟我回家！我没有这个家了。刚子，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。你不认识就对了。你没看见我爸怎么打我吗？他现在已经成杀人犯了，从今往后咱们谁都不认识谁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不姓张吗？你不叫张刚吗？你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了吗？爸爸妈妈还有小姨，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一点一点把你们养大。你生病了，你爸爸半夜背着你去医院，你搂着爸爸的脖子说，等你长大了，爸爸老了，你也要这样背他。你爸爸当时听了就哭了，都忘了吗？我忘了，我不记得了。为什么不记得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妈现在躺在医院里，她中风了。你姐姐疯了，因为没有当上文艺兵。这个家现在需要你，你回去吗？回吗？听话，告辞，跟小姨回家，好吗？跟小姨回家。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有这个家了。他们疯不疯的，病不病的，这一切跟我没关系。你良心去哪里了？良心呢？我没有良心了，我没有了。家里现在需要你，你从小都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都要留给姐姐，留给弟弟，要留给小姨。从小在学校，老师都说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就那么听姓彭的那个王八蛋的话呢？他是个坏人，卑鄙无耻的坏人，知道吗？你要不和那姓石的勾勾搭搭的，我把他当成杀人犯吗？跟谁说话吗？太让人伤心。姐姐，我煮了一碗疙瘩汤，热的，你吃了吧。我求你了，你身体不好，再不吃东西，会顶不住的。不想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你忘了吗？你跟我说过，咱死不起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好好的，现在我瘫，我是累赘了。姐，求你。
姐求你给我买包耗子药，让我吃了算了。你非得要买耗子药也可以，我到时候就去买一包，拿回家放在锅里煮了，你我春美都给吃了，行吗？你气我是不是？怎么是我气你？是你气我。现在家里这个样子，你撒手就想走，你把这个摊子扔给谁？扔给我，我不要。孩子是你的，丈夫是你的，这个家都是你的，你走了他们怎么办？你说错了，孩子是你的，三个孩子都是你的，反正我是不想活了。这个家是你的，你走了给谁？你想逃？逃不了。我说这话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活着是拖累，我死了你就减轻负担了，你怎么不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呢？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这么多年这个家你是主心骨，孩子听你的，丈夫听你的，我也听你的。虽然有时候你会凶我，但更多时候你还是关心我的，我知道。这个时候你要是走了，这个家怎么办？你要是不活了，我也活不了了，这个家就毁了。我就不信了，老天爷就真的不给我们一条活路了。吃了吧，身体不好，再不吃东西怎么办呢？不哭。